第二十题，如附图所示，每一个电池及灯泡都相同，则哪一个图的灯泡最亮？那么灯泡亮不亮，到下学期的时候，我们用电功率来算。那这学期我们都会假设所有的灯泡都是一样的，这时候只要谁的电压比较大，或者是电流比较大，那么它就会比较亮。那么像 A 呢，它又享受了一个电池的电压。那么 B 呢，这边的负跟这里的负啊。会彼此呢抵掉一起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抵消掉了，所以它等于是没有电池。那么选项 C 呢，这边的负跟这里的正的相接，表它是一个串联的情况下，所以它享受到两个电池的电压。而选项 D 呢，这个正呢跟这个正也是连在一起，也是会互相抵消掉，所以它就是消掉之后呢，只剩下一个电池电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选项 C 呢，享受到了两个电池电压都比别人大，所以它灯泡会比较亮。因此，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择哪一个图的灯泡最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